看一下行吗？当时我们在演练，看到有居民楼白烟向外冒出，我们那个队员都跑过去查看那个情况。当时老奶奶在客厅睡着了，不小心炖的排骨时间比较长。我们过去的时候，老奶奶在拍排烟机，锅比较烫，她那个不敢动。然后我就拿那个湿毛巾把锅端起来，然后放到洗手池里面去了，用水把那个浇灭掉了。那个烟很大，我就起来，当时心有点。有点害怕，消防员来了，把我锅盖打开，问我煤气关了没有，我说煤气是真的没关，真的感谢他们。